文心。 我一直在反思，我知道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。你一直在我身边默默的守护我，默默的支持我，是我不懂得珍惜，是我愚蠢，一直没有发现最爱我的人就在我的身边。我是爱你，只是爱是相互的。 在发生那么多事情以后，我有试着放下你，忘记你。可是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。我每天睁开眼睛看到的都是你，我闭上眼睛心里想的也都是你。于是我终于明白，我的世界不能没有你，我也不能让你离开我。我爱你。 只顾向前走，忘了看四周。你疲倦了没有？胡文熙小姐，我现在正式请求你，这么大的地球，希望你能做我的女朋友，可以吗？足够回首千百万次遗憾，累成几层楼。 不行，我不能让你这么轻易的就知道我。这世界的每个角落，连同失散的这个我，全都归还到你的手里，弥补了蹉跎。那曾不得已的逃脱，给生命。 Ça, c'est pas possible. Par ici. <音>看来恢复的不错。你为什么把我搬到这里，不让我跟外界联系？是我救了你。如果我答应你的deal，我该付出什么代价？和叶娜结婚。 当一辈子陆准，你一定会觉得这个想法很疯狂。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，一个做父亲的心，叶娜她很爱陆准，没有陆准她活不下去。可是陆准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医生跟我说，他醒来的几率很小，所以。 我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奇迹上，或许这世界上有很多人做梦都想成为你的女婿，但这其中并不包括我。如果你真的为你的女儿着想的话，就别用这种方式来欺骗她。我可以帮你，难道你就不想弄清楚是谁想害你吗？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想什么，你想回去找出那些伤害你的人，他们有可能就是你以前的至亲和挚爱。你想知道真相，你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，对吗？我可以帮你，但你得先帮我。